你跟女王说了，你们全部决定留下。这太好了，你看我进了一大批的货，我准备大展拳脚，好好的做。我除了经营这货车之外呢，我还想经营一些关于环保有关的事业。Lapking， 今天这么开心，不然我们不要做生意，我们出去玩好不好？好啊，老板娘要休息 ，OK 啊。这些照片都埋起来，等到有一天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至少还有这些。怎么会什么都不记得呢？难道你要删除记忆？谁说的？我是怕你老了糊涂了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好，我们埋起来，等很多年很多年以后，我们一起回来这里，打开盒子，一起回忆。
来没看过这么漂亮的流星雨。流星雨真的有用吗？明天他们醒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天生，你站在那边发什么呆？昂哥天生，你在看什么？外星人，外星人！宝贝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外星人的。嗯，走吧。东西还在，他真的把我忘了。美女，请问你知道厕所在哪里吗？查小怪，你记得我？女皇不是删除了你的记忆吗？你怎么还会记得呢？我被删除记忆后，虽然我已经把你忘了，可是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零星的画面，而每个画面都是你。
埋在这里的照片唤醒了我的记忆，让我想起我心爱的人。我把盒子再埋回去，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。亚米克星人已经成功迁移到另外一个星球，我完成任务了，向女皇请求再次回来，她答应我了。你的手脚真慢，竟然让我等了20年。这是你给我的惊喜吗？不是，这是女皇给我们的祝福。依然期待要把手牵，你没出现，少了你地球依然继续转。答应我，永远都不要离开我。但我怎么都不能，我还在那一刻停留，在那一刻默默的等，等你记得当时我们的缘分，只盼望多一刻找回被遗失的永恒，只差我们彼此相认。现在已经是2037年，我们人类的科技一直在进步，要保持容颜不老已经是 small case 了。而且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变老，所以我也要 keep 的啊。